极品在地小吃遍布台湾，吃都吃不完。妈妈吃吗？我天天吃，一级棒。不吃没事。你不吃受不了。快断尾了。酱很香嘛，只能把它加酱酱。都在吃酱啊，酱啊，它的稀饭就是煮到化，吃起来很爽口，料非常丰富。今天晚间6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无敌 A 照咖。